庭院无人啫，咪啦，都系出走为妙啦。
姑娘又来呀、啊！是啦，二妃主人，段王这般好礼的啵。是否聪明仁义？原来佢姓罗嘅，冇错，此处正是奴家。哦，咁秀才是奴家何人啊？哦，小生是奴家姑娘嘅密友。吓、啊？你与奴家姑娘几时认识噶？哦，前月啊。是否神交啊？并非神交。乃是面会呀、啊！啊，面会？你同佢面会于何处啊？面会于花间老大爷罗家对门前，听得老师我轻笑，有心同去见啊，轻柔浓，我不得胜。
你呼我何事呢？哎，阿姨，我识才，听见秀才你说出一番嘅说话，我同情心起，故而不到无失之罪，任凭君去落。但过后思量，你这个先秀才，分明系有意栽花托池借柳，偏作出一派胡言，故而深深不愤怒。哎呀，小生何曾有偏作胡言呢？我问你啦，你见过超容在入园之前啊，还是在入园之后呢？入园之后咯。咁你在入园之前都未曾见过我超容，又怎知我超容貌似苏檀红粉呢？哈哈，偷入我手足无踪，非同是欲都定想偷香啦。嗱，你慢行慢行啊，待我换啤啤嚟锁你。哎呀，姑娘姑娘，你千祈唔好啊，姑娘。偷自家啦，凌烟花。不打自招。唔系，我想偷花啫，唔系偷人，用偷自家啦，凌烟花。追忆提点留，容我一诉往事。被衰扬，遮面，我没冷汗，呼汗，谁知乎渠浮水面，灵犀一那边，两通传，我百拜问，先命中，仙子尚未开言。如此肺无可以归浪静，只如一股辛酸泪恨不相同命，家前一别父母相依，我谁执抱枕啊难眠，着亦轻
何以此際入到園中？只見姑娘你行行淺笑龍大低還，又不見你，你咪花錯離剪嘅咧嚇？